Thank you.
道是你。殿下，你不要走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虽然你的宫官被烧了，但是你不要不开心，我今后会给你造更多、更大、更华丽的，谁都比不上的宫官，没有人会比得上你，我一定会的。Thank you.